算了。搂钱的，哦，搂钱的耙子。这鱼是我从儋州带的，您二位尝尝看好不好吃？好，好，好。哎，别把碗了啊！他把碗，啊，对，我把碗了。你换一个，换吧，就是这个碗。哎，好，谢谢。我先尝尝。大哥，真的是你说的。你回忆啊，他们是细菌。对，我坐着吃啊。精髓了吧？精髓，精髓啊！